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了解阿米的朋友啊，都晓得哈，今天做个豆腐烧鱼，切成鱼香豆腐，开干。准备鲫鱼两斤，清洗一番菜。现在的鲫鱼不光是用鱼子了哈，只需要去掉黑毛就可以了。再盖上花的，再把鲫鱼腌制一下，盐巴、葱姜、料酒、胡椒粉。 涂抹均匀，腌制十分钟，再准备一块老灰莓，切成条条，辅料准备点姜蒜，切成可可，再切点泡椒木，剁得越细越好。阿哥，点火，要得，开干。 锅烧宽油，撸成油啊，先把老灰莓摘哈，粘过的灰莓更入味哈，而且吃起来还有点干香味哈。粘至九面金黄就可以捞出不用了哈，不要粘老了，本来就老哈。油温升高后再加鲫鱼，粘至二面金黄可以捞出不用哈，再用红火油哈。 加上豆瓣儿，加上蜜，最后放入泡椒木，炒香，最后放入清水，放入盐巴，摆上胡椒粉调味，再放入豆腐、鲫鱼，把汤汁浇在鱼身上，让它均匀入味啊，放入少量生抽、香醋烧去。 这样烧出来就有鱼香味了哈，鱼香味豆腐还可以。烧5分钟后再放点鸡精，先把鱼起锅，最后搁点薄芡，这样才保味哈。起锅。 最后点缀香葱一把，这样一份特别下饭的豆腐烧鲫鱼送给大家。就这个鲫鱼烧灰莓，我后几天评，你们要个小红心就没给吗 ？Thank you！ 来，我请。要得，黑哥，先吃灰莓吧，先吃鱼。先吃灰莓，我觉得也先吃灰莓。这个菜的亮点是这个灰莓哈，并不是这个鱼哈，这个鱼壳的话，这个灰莓的话肯定都比这个鱼好吃啊。哎，这个颜色非常的红啊！哎呀，你们吃鱼的香味。 鱼香味，鱼香味其实啊，这是正经的哈。我好吃啊！这个龙虾是对的，嗯，我再吃它味会。这个味道，那嘛，先吃灰嘛，再吃鱼。嗯，感觉这酸饼多多了哈，把这个鱼轻轻的扒开了，啊，这个鱼估计还是，这个鱼身上也有这个豆腐的清香味啊。 嗯，平时难得弄这后面这么好吃啊！当然，嗯。来阿公，再点个。好的。鱼好吃吗？豆腐好吃吗？两个都对。啊，我说这个豆腐很好吃，我们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豆腐哟。当然，弄不起这格式是吗？啊，两只鱼就是的。 啊，鱼蛋啊，鱼蛋好多鱼蛋啊，有蛋呢是，嗯，鱼蛋好多鱼蛋，现在抓的多，这俺二年过了就不得行了，半只，半只，单板抽钩就不得行了，嗯，哎，咋成？那鱼子单独卖鱼子很精神不？把成的要赚一不？单卖鱼子30斤都不卖给你，你鱼嘛像身上一样嘛，哪个划算的嘛？要卖20斤鱼，把蛋全部取出来，我只有鱼蛋。 就是好很吃饭啊！Hello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付老师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明，我是阿虎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